就是很不听话的头发。Hello， 谢思源的干杯，还有阿凯的干杯。Hello， 云落 ，Hello， 玉人。我在想要不要用 Nike 的头套。耶！我很想用哎、欸，就会有一种很运动的感觉。嗨，现在雨落的枫叶还有米酒分享，绑头发，好运动哦。现在米酒的分享，白色狗狗是连更几次直播，我不知道哎、欸。没有多少，没有多哦， oh, 对啊，这样有没有很运动？发烧用的，哎哎，等一下，哦，在这，我想要这样子，这样很运动吧？硬要，我硬要，等一下，我要先。好，你看有没有很运动？你第一次看到，这不是冰枕好吗？美妈黄鱼，对，今天运动风，硬要运动风。很卡又很卡，为什么那么卡？哦，我决定我要戴起来，它一直掉。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刘海现在的进度。对不起，他有点不乖，呵呵，他现在在这。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快了？没有啦，还是才久的嘞。现场绑头发，我跟你们说过我什么时候才会绑头发的吗？我国中才绑头发，通常女生不是很小，可能国小、幼稚园吗？就是很早就会开始，可是我很晚才会绑头发。我掉到手肘了，白痴哦！太棒了，今天就是这种感觉，帅吗？耶、yeah ！女侠 ，Hello， 我是女侠。敲到手啦，不是咬到手。脸蛋显得好美，一直都很美啊 ！Hello， 愚者，你好，你好。阿杰脸上有什么东西？施主你好，谢谢酷浪的玫瑰。那个人村的没有啦，我不是忍者啦。嗨嗨，耶！太棒了，今天是这种感觉。啊！找到手，谢谢西西的干杯，这是要运动吧？很像吧？没有，今天是一种不知道什么风。哼哼。谢谢西西的藏宝图，心情的感觉吗？很像业配吗？
运动会戴那么大耳环，会啦，不用不用在意它啦。我没有业配，你们不要这样。会戴耳环运动有啊，就是我啊，我们都会戴，我们有时候练舞我也会戴耳环啊。我看阿爸画我的天使，我没有哎，没看到哎。怎么那么漂亮啊？哎，我头发没绑好，好丑、哦，旁边好丑、哦，这边。跳街舞的打扮是啊。谢谢琪琪的浪外破元选票。这样好一点，虽然还是很丑，我真的不会绑头发，好烦哦。嗯，身为一个女生，哎呦喂呀，不会绑头发。嗯，明天早上要练舞吗？没有，今天裙子可以送哎。看西西头贴好好看，哇哦，啊、哦，头发眼睛好干，看一下，我来看看，哇哦。啊，他在画谁？我的我是我，好画我，谢谢画画我 ，OK OK I got it I got it， 没有 get 到，为什么这里啊？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这里头发没绑到，然后它就一直掉，是好像秃头哎、欸，哎，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头发被我拉下，看这什么？我真的放弃，我放弃，我真的放弃，我放弃了，我真的不会绑头发。你看这里，因为这边的头发被我用下来，所以超像秃头的。算了，这样像什么运动教父，觉得吗？教主，教父。下大雨了，我家这里没下雨。啊，你看，我真的不会绑头发。天哪，我有点想放弃。这样也很美了。哎、欸，这是什么？哇，这样头发好乱！天哪，天哪！我今天什么都好丑，怎么办？跟上次比起来，上次好美哦，今天好丑哦。这样还好，哈哈，美好的一分会毁于一旦。这样有一种嘻哈感，狂野又没差。我不要，我觉得我今天怎么样都好丑，为什么？啊，小雨明天生日哦，哎呀，要生日礼物啊，可以啊，可以啊 ，Hello 阿凯，小雨明天生日，好，哈哈，琪琪很可爱哦，谢谢琪琪的星之冠。最近好难截崩图，真的吗？最近特别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业配，我没有业配，你们不要一直在那边乱讲。我并没有。又是我们，
哎，小影面生日，我们来祝他生日快乐好了。大家说如何？不要也得说要。好啊，那我们来祝小影生日快乐，耶！祝小乙生日快乐！哎，好没有诚意的感觉哦。等我美一点，然后好来，祝我们可爱的小乙生日快乐，耶！Happy birthday, OK? Happy birthday to you. And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没有啦。就是希望你这一年都会非常的顺心，然后呢看我直播看到宝然后呢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谢谢小乙的 kiss 啾啾然后呢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然后呢生日快乐啊！恭喜发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买三包就拿到哦，对，买三包就可以拿到整套链接哦，加油！加油！也祝你喜欢的链接蒸蒸日上。啊，这不是新年，这是生日快乐，小乙生日快乐，拜年桥段。好啦，祝小乙生日快乐！今天祝贺词最棒，谢谢谢谢你的捧场，对我祝贺小乙的偶像也可以吗？好不好？电影翻桌放大音量，我有每次都这样吗？有，生日快乐，这样子吗？阿姐有人在拜年，对，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讲，我只会拜年。买三包就拿到整套，应该是欧皇，祝小野变欧皇。哦，太卡了吗？现在很卡吗？真的吗？很卡吗？很卡吗？我手记得要跟大家说恭喜发财，我手会吗？还好。没有卡，好，顺好，买八包一张的，真的假的？我拿不到我的吗？你也太飞了吧，你懂吗？啊，小乙，小乙的生日礼物，小乙你要生日礼物吗？小乙，小乙 ，Hello， 还在吗？不会卡就好，不会就好，不会就好。我怕你们看的不舒服。怎么？哦，是不是超时？好。林杰送好多耳环给雨林，我没有送很多耳环吧？我送他耳朵，我记得我印象中我送他的耳环好像只有两副啊。我这次生日礼物送他的是两个手链、手环，一个耳环跟一件裙子。谢谢尼哥的呆头呆脑。哦，你说我送他吗？小乙，小乙，哦，还小乙还在。那你要生日礼物吗？你想要我的生日礼物吗？谢谢阿华的海盗船。谢谢金柚的应援灯弹药，小乙，小乙，我们的最爱小丽友乙啊！我不跟前辈争了，算了，前辈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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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好，我们的小乙，祝你年纪好，年十九号，祝你明天，7月19号。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嗯，生日快乐！对，我不跟前辈争了，算了算了。我本来想说什么时候会变成最爱林杰呢？还是想说算了算了，不敢不敢。谢谢谢谢阿凯的心之挂，还有金柚的 kiss 啾啾。谢谢小猫掌声鼓励。我一直都有前辈的概念好吗？臭心一。耶、yeah, ！谢谢林杰，不会哟，小姨，祝你生日快乐。来宾馆是得奖先来喝的，这是我太慢来了吧？改成最爱林杰就不是小雨了。对呀、啊，没关系啦，没关系，没关系。臭学霸，臭精英，臭学霸，我终于可以送生日快乐。哎，以前不能送吗？卡。小雨前面有蜜蜂，可以了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通过，通过。诶，酷昂说去日本玩会大买特买吗？我吗？我照理来说，我出去玩都蛮多的。哦，阿凯只是他说哦，真的，耶，谢谢，诶，耶，阿凯，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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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粉丝团喽。去日本玩，我都会带我的最大的那个行李。然后还是会很难塞，现在快败起来。我跟你说，我上次去迪士尼，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哦、我拿给你看，你们看过？就是这个，然后还是塞不进去。我上次我跟弟弟嘛，可是跟弟弟去，然后我一个行李箱，他一个行李箱，然后我们已经塞到不能再塞了，我们还另外提袋子，因为我们塞不下。我们两个超可怕，这个占蛮大的空间。然后弟弟好像也有买一个，我忘记什么东西了。哦，他好啊、哦，我想起来，他买那个 Big Hero， Big Hero 叫什么？我只记得他叫 Big Hero， 他叫什么？杯面，他买个杯面，对吧？我没记错的话，对，然后放不下。对啊，杯面啊，对对对对对。他买一个杯面，我记得对，然后我还买了一些衣服啊，你知道的，然后就瞬间塞不下，太可怕了，把衣服全穿身上，多一点空间，好像也是哈，可是不对啊，把气放掉，这不是这是那个哎、欸，棉吧，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棉花之类，反正超软的，它超舒服的，不是气。哦，你说背面的气是不是？新一你有事吗？新一，我看懂了 ，OK。你买的巧克力球差不多手提当枕头，宝贝球，手提当枕头，不太懂。弟弟是被我叫醒，不是好吗 ？Hello， 库玛 ，Hello， 玉凤。OK， 但是我们的杯面是放不了气的，好吗？我们的杯面是放不了气的，它不是充气式的。OK， 它是棉花。宝可梦的宝贝球抱枕哦，了解了解。然后还买什么？哦、oh, ，好像买蛮多废物，还有很多衣服啦。上一次的时候，林杰有事吗？这是告白。OK， 现在只要新一说话，林杰就觉得，因为新一就是在呛我米粥，真的，直接把我坐飞机。马上早上就讲吧。谢谢库玛的虾趴的浪赖会员选票，谢谢库玛，库玛。哭哭的嘛，又谢谢哭嘛，下趴的让 life 会员选票，杯面不是加热水，是有事哦，宇哲。
一矿的掌声鼓励，谢樱桃猫的海盗船。那几句是没有在呛我心意，但是有几句就是真的在呛我啊。我最爱的虾趴，谢玉凤追踪，酷酷的嘛，酷嘛。Hello， 艾瑞克，晚上好。晚上好。还有不是跟库玛说很浪很瞎趴、啊，那时候是讲错，嘻嘻，很瞎趴的浪赖破人选票，零零的节不是吗？不是吗？人，哎，今天18号嘛，所以哦 ，OK。OK， 谢谢宇豪的干杯。没有有脸听，你要在那边乱讲。听档，我没有油，我一点都，这是自然的光泽，而且没有啊，现在哪有？加到859，我没有在呛你，臭鱼人。谢谢西西的薰衣草。谢谢，好看吧，好看吧。谢谢西西的花枝精粹啊，我就没有油哈，到底在油哪里？油哪里？你说没有开，完了会很多崩图，完蛋。没有业配，我们没有，我们只是一个搭配而已，我们没有业配。笑美讲什么眼盆并没有 ，OK。我在做什么？我在澄清，我没有油榴莲。再一次，我不要。叫啊！最近很夯，变老脸。我不要，变丑。算了，我到老都是这个证明。会被打，我会被打。老油条林姐，老屁股林姐。没看到我的澄清，那就算了吧，谢谢。谢谢卡木伊的干杯，干杯！谢谢老正妹 ，OK， 还是个正妹，我可以接受。资深正妹，好自恋哦，一点点而已啦，公子。你也没看到，那行就算了吧。姐姐很美，谢谢玉凤，我是姐姐吗？我才18。阿姐60也是女神，谢谢谢谢，我现在18，对，嗯，有脸吧错，脸不比较不会干裂，但油不好啊，要水油平衡，讲座，西西讲错话咯，老屁股沉妹，老妹妹我没有，我不是老妹妹 ，OK， 哦真的，对你来说是酷，变老脸很美。我不是没有很有兴趣来哭啊，谢谢谢美神像 ，Hello Jimmy 志明，明智，老屁股有脸提神，我无视这个回答，我不是老姐姐好不好？不是老妹妹，不是老姐姐，我开一家公，老德阿姐只有你们看，哎呦，倒数第43个。那你好坏哦，我才18啊，人家张雨林就第8个8岁，我就什么是倒数第44个，你们太偏心了吧，我这样很受伤哦，我在平常已经够受伤了，虽然你们可能听不懂，张雨林懂我，晚上好啊，默默看着 DDB 的陈宇 ，Hello，Hello， 陈宇你好。你知道我是什么？我是林杰，你好你好，不是老妹妹，也不是什么，不是老妹妹，也不是老姐，超玉然，帮修补，快修补。那只这只是三眼怪，我超喜欢，很可爱又很好抱。谢谢陈玉的可爱水母，谢谢你，谢谢你。平常也够受伤了吗，心仪？真的吗？我们一样受伤吗？我真的很受伤。
我也需要安慰，但没人会安慰我。没关系，我只能跟雨林抱怨。开始在抱怨，漂亮大姐姐，谢谢允诺，谢谢阿凯的 love you， 这只超好抱的，真的。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卖，我是在东京迪士尼买，超好抱，虽然已经没有用脏了。给我拍拍图。晚上好啊，人好。每次都躺枪的你默默看，有事吗，琪琪？五十收收什么？你要收什么？生气的奶奶打不会好吗？满满的结尾吗？他很脏哎、欸，我看他身上有什么？这里有这什么奇异笔吗？好像是奇异笔。就是那种细细的，还是圆珠笔我忘了，好像是圆珠笔吧。然后这是我的，我那时候我那个我的卫生纸放在他旁边，然后我要去拿我那时候在化妆，这里有粉我的粉底液，然后我要去拿卫生纸，我就不小心碰到它，然后就粘上去了。你生气一样在房间狂吵，我不会好吗？各种屋子也就两个，只有两个开。写纸笔写到三眼怪眼睛上，因为我没有要送人，我知道写什么纸笔啦。留给留着自己用啊，那么好，那么好抱。跑腿，好啊，嘻嘻。加工要，我没有要卖，我没有要卖，好不好？如果我可以卖的话，我当然很想啊。但是我根本没有要卖。没有，不用五十收一百收 ，OK。好了，我要去调冷气。踩到什么？好痛啊！我接受。Hello， 季风亮。拿去请人洗吗？哦，好啊，可是。哦，也是可以啦，其实我是不会很 care 啦，毕竟他还是一样可爱啊。今天打网球还是羽球？羽球，我喜欢羽球，我不喜欢网球。哦，然后，哎，最近那个台中，我跟你讲，台中的那个玩具总动员的那个，云爵有去的那个，哎呦，我最近也要去。去的啦，虽然在华山也有，但我朋友找我去台中的。OK， 我最后只好分他。嗯哼，虽然台中很热哎、欸，讨厌。打篮球的高手，我吗？我超不会打篮球，我这样篮下也投不进去，超废。怎么尖叫的笑声？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我好像跟你们讲过我要去，对，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本来是说他，因为他妈妈要去，他家是做理发，就是那个缝双眼皮那个女生啦。他妈妈是做理发，然后他好像下礼拜，他本来是跟我说下礼拜他妈妈要去台中教课，然后呢，他自己错时间了，是下礼拜一，所以我们本来打算是要给他妈妈再去台中的，但是呢，他记错时间了，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所以我们就没办法省那个车费。我是灌篮高手系列女主角，对，灌篮高手是投不进去的，篮下也不行，我真的不行，我真的超废，我完全不会打篮球。我朋友，我之前那个高中的朋友，因为他们很喜欢打篮球，然后他们就说我这个身材，这个身高，而且还会跑步，不打篮球真的太浪费了。但是我真的不会，我完全不会，完完全全不会。我不是算很高的，但我是我们那一群。很高的165，对。我没有油脸，听党真的很讨厌哦。啊，我就不会打球啊，球也得跟头一样高，不是吗？完全不会。
全不回应。打板进篮，我也不太会耶，云洛。中场表演，对，我是负责中场表演的那个啦。可以被球打，躲，那直接躲避球了吧？加工直接变躲避球。为什么被球打还不错？为什么？为什么呢？哈，干嘛一直否定自己的能力呢？因为我就不会，我没有否定啊，我还是有很多会的事情，但我就是真的不会打篮球。出奶打球，你当球，我不要阿凯。羽球是我唯一会的球类，虽然它不太算球啦，但它就叫羽球嘛。嗯，对。今天穿的好像很会，我今天不会啦，啊不是啊，不是今天啊，一直都不啊，敲到手，一直都不会。连打篮球，坚持当上帝视角，对，我是当上帝视角的那个，在场外叫的很激动的那一个。啊什么？我真的喜欢当上帝视角。网球不会，虽然我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网球，但是我真的不会。今天已经敲到手三次以上了，第三次吧，刚刚是第三次吧。在场外觉得别人怎么打的那么烂的那个，对，其实自己才是最烂的。我就是在那边说，这人到底在干嘛？醒来好不好？跑快一点，干什么东西？然后其实自己根本都什么都不会，完全不懂。看到那个球场旁边有人在叫，就是林杰最吵那个。球场真的一身行头，但打很烂的。啊，打撞球吗？撞球我也超帅。谢阿华的粉色也很棒。阿姐会绕跑吗？什么绕跑？谢谢班长的分享。啊，我只用嘴巴打球的。一来就在骂谁？骂那个不会打球的，其实就是我自己。心也是坐在旁边的，欸，我也是啊。我这个键盘球手，我是嘴炮派的，对，这。网球难打，我完全不会网球。反正我就是只会跑啊，我就只会一直跑啊，就是或者一直拔河。对，嗯，田径跟拔河就这样。大胃王是游泳比赛还是运动？可是我不是大胃王啦，我没有真的那么厉害。虽然我会吃，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厉害。我前阵子很厉害，但是我现在完全退步，这根本就是正常食量了。对，女人不要只剩一张嘴吗？不是男人吗？叮当，游泳哦，阿凯，我有跟你们讲过我的游泳。我国小的时候，因为我学校可以报那个游泳课程，来比田径啊！哦，我田径也很烂，我田径，我是田径队倒数二三的吧。但是我还是有最好的成绩，好烂，我不要算了，不要讲。好，我继续讲游泳的，游泳就是国小可以报游泳课程去学嘛，然后那时候就是。最后会考一个，我之前好像跟你讲过，可是我忘记最后考什么，考一个证书吗？就是那种，就是好像你到几级的那一种。然后，我跑很快，可是我最快好像100公尺好像16秒最快，就是没有很快，就是。普通的田径队，但真的不是很厉害的那一种。然后，对，之后知道十运动怎么样。然后，好，我继续讲。然后，就是会分阶嘛，会分阶考。然后最一开始的就有什么，水母漂，什么，我反正我只记得水母漂啊，还有什么。然后。什么很简单的嘛，什么打水什么的，自由是几秒，对不对？然后我最记得的是那个水母漂，我漂不起来。我跟你们讲过，我记得我漂不起来，我水母漂漂不起来。然后
我是一只脚，就是抱着，因为不是要抱着两只脚，然后背部朝上飘起来嘛。我是抱着一只脚，然后另外一只脚站着，因为我真的飘不起来，我抱两只脚，我会直接垂，我会直接就是。我已经心平气和，我内心毫无波动，我没有紧张哦，因为要放松嘛。但我就很就是两只抱起来，结果我在下沉呢，所以我就抱着一只脚蒙混过关，笑死。就现场的勇士是水母漂，没有好吗？是仰漂。OK， 就这样。那太壮了，那时候国小超轻的。就跟难民一样，完全就是难民。石城泳池，我真的是，因为我试过，因为我想说，不是吧，我为什么会飘不起来？就是很瞎啊，我明明就是都正确，为什么别人飘起来我就飘不起来？当然是飘不起来，就是飘不起来，飘不起来，对不对？阿如，为什么飘起来？对，我们老师也说是因为太瘦，所以会浮不起来，超级政治不正确吗？哪一句话？我有超级政治不正确吗？风湿，有我讲过对不对？海德，太瘦飞不起来，不是吧？应该不是太胖啦，不然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脂肪之类的吧？我怎么知道？我乱讲的。对，反正我就是 OK， 就是这样。我没有很喜欢游泳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浮得起来，可能吧。毕竟现在胖了很多，比那时候比起来，那时候真的超瘦，瘦的一个很可怕。虽然现在也蛮瘦的、啊。根本难民那一段，哎，我没有那个、哦，我没有任何意思哦。我说你要讲什么周难民，但我没有新衣，还好，我没有要下地狱，没有。阿伦很怕水啊，真的假的？为什么怕水？除非你水是害的。我现在不是根本连水就是完全没兴趣啊。但我就是有，你知道，因为漂亮的泳装实在很多，所以我一直很想买，但我又一直想到我根本就不会去玩水，我完全不会就不会穿那些东西，所以我在每一次看到那些店。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不对，我根本不会去，然后就赶快走掉了，不然我真的会买。看自己是往多高，越高越浮得起来。我好像不知道耶，忘记了。每次不知道两个什么东西，因为小时候学泳的时候就呛到，哦，从此以后就怕水了，是不是？那你现在，哎，可是当兵的话，会接触到水，最后沉到水里就会像陨落了一般，没事的，害的，再起来就好。来的不一定要穿，开心就好吗？可是没有，因为有点贵，你知道的，好看的就是买不下去。谢谢彩虹花的粉色爱媛吧，漂亮的泳装买来拍照 po 下去，不会给我发的啦，真的不会给我发的。我有很多，话不要讲一半，但好像不太能讲。啊！但我没说好吧，好烦啊！但我没说。好烦哦，希望有机会可以去海滩比，我也希望啊。Hello， 小哲，还好你不是海陆哦，好险，不然你就要没人游泳了吗？不是很多泳装，就是可能有些背心什么的。对，就这样 ，OK， 就这样。看到林杰，你直接狡猾，为什么刘冠？嗯，汤的土贝公司没有嗯汤，我没有嗯汤，就是一些对很 open 的，我不是很 open， 就是也没有很 open， 我觉得很正常啊，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啊，只是我们风格不太一样。
我喜欢讲一半怎么样？我觉得讲一半，然后突然意识到这张不敢讲，笑死。没有啦。可我不想看，其实也没什么啊，可能就是背心之类的，也没什么，对。时尚尖端穿搭也没有尖端吧，就是比较不同，跟他们比较不同，没有那么的少女或是可爱的感觉，不是泳装，不是泳装，不是泳装，我没有 ，OK， 没有泳装。人家为什么可以这么强，我也不知道。听到我很强吗？我很强吗？我很强吗？海边好热哦，我调太高了。去海边唱歌，为什么要去海边唱歌？好像要死了一样。有没有很火辣辣？就是他们不喜欢啦，就是可能我可能是觉得这样对形象不好。我很热，快一点。就像是火车站拍照，那服装没外套那种，对，或是很透的外套，或是很低跟很高。好了啦，就这样好不好？我不要再讲这个。好可爱哟，乖乖。我又没在运动，我很激动，我怕我讲错话，你知道吗？哎，你们觉得我下次做指甲要做什么感觉啊？做什么样子的？什么颜色的？什么感觉？一样这么夏日？这很夏日吗？是比较夏天，清爽清爽的感觉，青春洋溢的感觉吗？去海边唱歌跟死人一样，就是好像快死的感觉。泳装颜色啊？什么火辣的感觉？到底是在想上次？对啊，我在想下次了。没有，因为下次的指甲是。我出国之前会去换指甲，对，所以我现在想要先想，我想要换什么呢？下次要带着那个新指甲出国耶！现在很怪吗？可是我是要去大阪环球影城的，那里没有三眼怪，那里只有小小兵哎，可是我没有很喜欢小小兵啊，虽然美英很喜欢。去日本做指甲，可是要先预约吧，而且我又不会沟通，我要怎么跟他讲我想要的？好奇怪，好可怕！我不要！不跟你们讲我什么时候出国，太可怕了。反正我应该是没有人会闲到我来找我了，我毕竟，唉 ，OK， 那里有蜘蛛，对，那里有蜘蛛人。还是去吃海底捞免费啊？我刚我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做海底捞可以免费做指甲？柯瑞杰，柯瑞杰吗？来个三分球，我不，把脸涂成就很 OK， 你一样？为什么 ？OK， 我懂，我可能知道就看不到直播，为什么害的？我觉得是不会有人来堵我啊，反正我也没，我相信你们没那么恐怖。谢谢人，好，谢米酒的 kiss 啾啾。找我的时候不是没被理会吗？什么意思？我上次已经爆了，你们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去。我有在看 B 站，我没有，我看不太懂。做 Nike 的为什么啦，公子？我没有在代，我没有在业配的好吗？我想一下，好可爱哦，看到吗？好可爱的吧？读我都可以把人轻松晃开，我有吗？我怎样？有缘的话，搞不好遇到任何事都是 AKB 前辈。可以花小时，我不要。
可能只有周六能看哦，不好吧，好吧，还得，好的，加油，我会期待你回来的，我们都会想的，好吗，还得，晚安。OK， 嗨，卡哥，现在日本潮语真的很可怕，不要这样，拜托，我相信没那么巧的，应该没人认出我吧？这是笔，这上面的是车，这是笔，啊，车是可以玩的。可爱吧，大家天天去玩球，你很多钱哦，米酒。所以说你死鱼了什么时候给我包？难道说，还是你要跟着你的家人一起来吗？还厨？你女儿什么时候给我包？先想好被盗版单搭讪男要求合照时要讲什么好了，我该讲什么？会等你，会等你的，害的，只要你会回来，我都愿意等。早穿最少，不是好吗？我不会穿最少，烦的加工。买 USJ 年票，哇，很有钱哦，行诶。今天你特别帅，对啊，我今天特别帅哦。明天蹲台累，对啊，我又不是很常去。你好呢 ，Hello Hello， 臭学霸，哈哈，心意被呛了，又是学霸又是土豪，笑死！什么都不用讲，买个最臭的臭脸笑死他，也许我可以跟他说，你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这样，直接在国外就宣传一波。现在两秒轻松放松就。好，很快的哦、oh, ，OK， 我们在分享当兵经验谈，是不是 ？Miss you, I miss you too, Nan. How was your day？ 是这样讲吗？迎接好话，我哪有？我哪有？安利国外粉丝，对，安利一波，直接安利一波。听到会等你就放心了，你爱我，我也爱你，还的。希望你会回来。如果我讲出那么长的日文的话，我可以跟他讲英文吗？他会听得懂吗？希望他会听懂。我不会讲不出来，其实。I like TTP Festival song. Yup, it's our new song. I like it too. It's a nice song.对不起，你有事，等一下跟我介绍。对不起，我有事，等一下跟你介绍一下我们团体。Do you know AKB48? Okay, yeah, I am AKB48 Team TP. 那他听得懂日文吗？一点点身高可以灌篮吧？应该是阿古超那种，我应该可以。但是就是问题是，班长我不会打篮球啊，班长。Nice song, yeah, but I didn't 吗？我怎么讲 ？I didn't join it. 我不知道怎么讲。哦、oh, ，对，是 anyway， 对，因为大阪南波班长教我的，哎，真的吗？我听不听得懂？这种人家回你什么才是重点吧？哦，对耶，但是应该听不懂哦。就是在跟我讲日韩文，不是啊，刚才在跟我讲英文，我还搞不好还是听不懂，口音太重。阿健身高只能当后卫啊！我就是不会，不用再讲，我又可以当什么？我就是不会的。谢谢你，金友。你要跟阿妮第二波主打歌哦呀！ Oh, yeah, 不是我们没有 MV 有点尴尬，他找不到那首歌。啊，我要拿个充电器，没电了。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Come back。这是英语的可怕，我听过啊。
听不懂啊。我就是听无。我爆嘞，完蛋！当初没听到，拜托，完蛋！我要被骂了吗？对不起。啊，我们跳过这个话题，快点。我刚刚那个哦，希望我这次去日本会开心一点，所以 OK， 嗯。略过，略过。啊，我今天现在51分，我今天开到10点哦。不可以透露这件事情，拜托大家听到就好。哦，对，我说 NNB 硬要讲，我说 NNB 新，对对，旅馆，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说 NNB 对啦，但我其实不太确定啊，就是毕竟是 NNB 嘛，对不对？对啊，而且，哎 ，What's going on？ What the？What the? OK OK， 然后啊，你知道的哦。那我看到他们的那个记者会是礼拜三，对不对？对啊，头发发生什么事了？头发？那个他们记者会礼拜三，我觉得就是哎，有人会去吗？有人会去吗？是不是真的很像素颜啊？好讨厌，我到底是要画多重啊？烦欸，我是守得住秘密的人啊。我也是会去哦。不会哦，不，没有林杰，没有动力，太开心了吧，玉人，我就是你的动力。为什么要平？我不知道，不要问我。可能因为应该是要配合大家的时间啊，不然也没办法。美玲姐没太多去的动力，等我好吗？拜托，这样不素吗？好好好，可能因为眼睛比较重对吧？我怎么去？我守得住食物的。我才不，旅馆我没有这样好吗？我才不会，我跟你说了呢，就把秘密说出来。新一会去啊？没有玲姐也不知道干嘛，没有潘潘也不知道干嘛，对不对？新一。我等你，谢谢嗨的。素颜好看，记者会没玲姐不想去了。对，上次才爆了，那也不算爆吧？你们又不知道他是谁啊？而且，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在整形也不算什么啊，大街小巷都是整形诊所，一堆整形出来的人有差吗？就算我整形，我也会跟你们讲啊。对啦，是我本性，我也跟你们讲啊。但虽然也不是现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没什么，是没有林杰这台，没有潘潘，所以你会去潘潘那台讲哦，没有潘潘，我不知道我去干嘛。嗯，我是很欠打。Oh my god！ 谢谢玉人的粉丝元棒，不敢跟我做朋友。哎，我真的不会，不是让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对不对？不知道啊，那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们不知道他是谁啊，也不是我们，就是不是知名人物，他就是一个普通朋友。我指的就不是女神吗？不，更是女神。我好烦，我才不烦嘞。被我猜中了对吧，星？谢谢琪琪的干瓶，还有阿姐才是重点。谢谢嗨的，没到没朋友。哎，我真的觉得我没朋友。我没有啦，我是觉得我觉得反正朋友就是自然就好，也不用特别，就是怎么讲，我不会特别去维系，你知道吗？就是你要出来就出来，你要跟我聊天我就跟你聊天，然后他就是会主动约我的人，所以我们很常在联络。对，但反正就是我不会主动去找人或者怎样，但是如果你问我，我大概90%或95%就一定会跟你出去。今天是当别人范本的女生，不用整。OK OK，
哪天我单曲选拔，我可以可能会激动到偷偷回来参加自己的会场。西西会的，会的 ，OK。很敢说他节日长，对我就是完蛋了。太长，这种很敢说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要被骂了。那跟他结交朋友好吗？看来要跟林杰当朋友要主动，算了。我主动。一般人的主动的话就变成边缘了。啊，我是没差啦。会抱怨虽抱怨，可是我以前没差。那林杰是礼拜六，我们可以跟粉丝出去吗？可以整成像林杰那么吗？他就会更说这个人不美，是这样。这个守不住，我守得住好吗？我守得住 ，OK。我一直都觉得，可能我很会爆雷什么的，但我觉得我对粉朋友不是粉啊粉丝，我对朋友之间的事情。因为毕竟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很重要。但对于那种电影之类的 ，OK， I don't know。希望乔爱玲姐来聊聊天，不可以啊？但我希望你可以笑一点，不然我会觉得很可怕。会有这样的朋友，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跟你很好，然后也许你骗我的某一件事情，我会觉得你有你的苦衷，或是你觉得这样做比较好，所以就算我发现了，我也不会去多说什么，因为我认为我跟你是朋友这种感觉，你懂吗？我会不会讲太复杂？什么电影之类的，没有这个桥段，没有这个桥段，人不太笑的，你可以多笑啊，害的，我相信你会进步的，会变得跟我一样爱笑。真的桥会过来悲伤哎，一瞬间喷不出来，太夸张了吧？遇到那么夸张，我们没有多像好不好？只是他那个斜刘海真的太像我了。现在放金曲歌手选票，只要我觉得很复杂吗？哦，真的吗？对不起。你这粉丝不是朋友不可以聊天吗？其实就算是很好的朋友也会有难成。对啊，我成为我的朋友不容易。为什么？不会啊，我觉得很容易啊。我觉得你只要就是这个人算好都可以当朋友啊。阿悲伤，不要模仿林杰，所以我现在是阿悲伤了，是不是？我现在不会学他的那个啦我现在不会学他的那个自我介绍啦我现在讲话没有那么长高哎，怎么办？他觉得他声音太高了。大家好，我不行不行，好像不是这个声音。大，我还是会之前那个。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布玛利亚。好难哦，好难哦，我到底是谁？我是林姐啦。更新真的要更新一波，没有，我只会以前的，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怎么学，我只会以前的，我学一下以前的。大家好，我是阿布玛利亚，很像吧，很像吧，我现在真的不会了，对，我现在是林玛利亚。声音怪怪的，现在学嘶哑。哦，哎，那个，哎，我哪有？这个是不是？这个，哎，我哪有？这样子，哎，我哪有？他就会这样，嘶哑都会这样。我们是阿布玛利亚，对。有，我上次很认真的学了，我真的没办法，我觉得好难哦。阿悲伤心的那个字我得抄，我真的不会，好难哦。
哪有这样子吗？人品就是你的金曲跟首选票，还有粉色圆棒。现在不明叫杰吗？是不是只要说我拿了他都很像是这样？不知道哎、欸，就是蛮像的啊。现在的音很高啊，我音就最低的，想怎样？也没有最低啊，就是不高啊。现在人品真的Hello 人品真讲错。感觉音要再高好一个阶段，真的吗？哎、欸，我哪有？好抖、哦，为什么那么抖？看来阿布做了防考保护，哦，防考背吗？有在更新哦，他这 update 我们都跟不上了。有点排名漏失点了。略不一样，因为你哪有这句话，我哪有这句话，通常就是诗雅反对的时候，所以都比较这种。哦，对啊，所以他会很高。对对对，比如说我跟你讲，我最想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可能他跳，然后我教他的话呢，他就会，比如说。就是说他做一个动作，就说：“哎、欸，你刚刚这样很好笑哎。”我就是这样讲，我就说：“哎、欸，你刚刚这样很好笑。”他就说：“哎、欸，我哪有这样子之类的。”我就说：“哎、欸，你刚刚那很丑哎，或是什么之类的。”我有 update 运动风吗？为什么林杰台词这么快？我也不知道。因为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原来是杰老师，差不多，哎、欸，蛮像的吗？真的吗？太棒了，太棒了。居然有 get 到那个感觉，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晚点排名啦，谢谢金佑的应援灯，念排名念起来，要进入一个情境才想，对，你知道演戏都是要有情境的吗？谢谢加工的干杯，谢谢农民的金曲跟首选票。好啦，我要念排名喽。好啦，已哭完，拜拜，奶奶奶奶。对，我是要走演员路线的，不是偶像，完蛋。好啦，谢谢米酒玫瑰，我要念排名喽。第一名是星星哦，这个头贴是怎么回事？那个刘海我真是瞎趴。OK， 星星谢谢。第一名谢谢星星，谢谢你，谢星星。第二名是地藏王尼哥，谢谢尼哥。第三名是金耀，谢谢金耀。第四名是八二，谢谢八二。第五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六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七名是新一，哇，新一上榜了，新一。第八名是玉然，谢谢玉然。第九名是思源，谢谢思源，谢谢。第十名是海德，谢谢海德，谢谢谢谢谢谢谢海德。谢谢下巴零钱，不谢不谢。爱我，我的心。爱你爱你，爱的。希望你赶快忙完。
好啊，念林杰念你的名字的卷舌，运转，这样吗？运转，运转。不知道什么运转，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很仁慈的感觉。有人这样觉得吗？不知道，我。我自己觉得他给我一种很原始的感觉。一口老痰，没有，是新痰。仁慈就是仁慈啊，就是有种仁慈的感觉。OK， 只有我这样觉得，没关系。OK， it's enough， yeah。爷爷系偶像，佛系偶像。我是不是看起来很忙？但我不忙哦，我不忙了。好啦，大家先睡觉吧。啊，下次直播是礼拜六晚上9点。小蜜蜂，你谁不仁慈的脸吗？我想想，小蜜蜂你，这小蜜蜂到底有谁啊？大家推太多人了，我都搞不清楚了。加工奶奶、公子奶奶、黄鱼奶奶、米酒奶奶、臭玉奶奶、米酒奶奶，下次看不到你姐，好吧，加工没关系的。阿鲁奶奶，对，小蜜蜂到底有谁？然后奶奶、新一奶奶、大姐奶奶、我也是奶奶、金庸奶奶、樱桃猫奶奶、鱼豪奶奶、尼哥奶奶、陆婷奶奶、爸奶奶、日奶奶、海德奶奶、小姨奶奶，生日快乐，小姨！啊，小蜜蜂，阿凯奶奶，哦，臭姐姐。你有那个真好奶奶，刚刚好像没看到你，偷看是狗狗，请是狗狗，请是狗狗，西西奶奶，对，小姨生日快乐哦，希望小姨喜欢生日礼物，生日快乐。你这么仁慈，为什么一直叫你臭玉人？我没有叫你臭玉人啊，我没有一直叫你臭玉人吧，只是有时候 ，sometimes not always。OK， 玉奶奶，好啦，大家睡觉啦。奶奶，谢谢你，你应该要只推我的啊，一定是因为不够可爱，哼哼，奶奶。奶奶，奶奶，看起来好胖。奶奶。